安全感是一种很虚无又确切的感觉。准确来说，安全感的前提是你有一条安全线，线内你无拘无束，线外你无所适从。安全线的标准各种各样，有些人的安全线就很奇怪。我以为怕黑已经是古早言情小说情节，但有些人就是觉得有光会比较安全。看不见尖锐的东西会比较安全。把过去的一切打包扔了会比较安全。原本陌生的两个人一旦突破了安全距离，就会变得无所适从，尤其是在感情上。今天新能源电器的投资方案，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这儿没问题了。那 Cindy， 后续你就带 Tim 跟进。好的。今天的会就到这里。这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伴手礼，一点小心意。知道咱们公司还有很多不太熟悉的地方，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。谢谢裴总。裴总，今晚您出席游戏企业峰会的车我已经为您备好了。OK， 谢谢。说正经的，你现在上升期就该接这种 S 级项目，可你看都不看，我现在只能找山哥帮忙。连我现在都是吃你剩下的，找山哥签的，你就让他自己签去呗。你小子怎么说话呢？这个项目我和阿南看过了，还不错。看看，没兴趣不想看，看一下，看一眼。见过这么好的创意吗？这是哪个公司的项目报告？天气文化呀，上不都写着吗？我们公司后面还有一个 S 级的项目，叫万宝阁，已经开始竞标了。这个项目的规模可比之前的规模要大得多。我觉得你们这个团队非常的有想法，不知道有没有兴趣参与竞标？我们公司在加班赶老王那个竞标项目，今天没心情上号，你自己玩吧。这方案怎么办？我能看看你 PPT 吗？这项目有问题。这有什么问题啊？我跟他们对了好几遍了。阿南，你帮我干嘛？喂，刘总，我们工作室的配音老师啊，想跟您那边见一下。不是，主要是。他们了解的越详细嘛，然后对他们以后的创作会越有那种感觉，对吧？行，那一会儿见。好嘞，拜拜。约好了。这个月的支出报销情况怎么样？比上个月多，安总，咱们快超支了。回款结了吗？我发票早就给他们开过去了。但尾款现在还没结下来，这个老油条，明天我再找找他去。安总，你说这都找过他这么多次了，而且这次万宝阁的竞标方案也被他们给否了，我们要不要现在不能撕破脸？我们手上的证据也还不够，打官司也不一定能赢。
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甜心她最近怎么了？昨天晚上下班我还问她，她说没事。你瞧她那个样子，哪像是没事的？这每天发呆走神的，叫她她也不应，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了。你酒量怎么样？看看你，你紧张什么呀？我希望你们公司的项目都由你来对接。甜心，甜心，甜心，你怎么了？消息，还有一些奇怪的照片。前几天的时候还叫我出去喝酒，去他家里面，但是我又怕影响公司的项目。你怎么这么傻呢？这老王八太过分了，敢骚扰我们甜心，真当我们是好欺负的呀？报仇，必须报仇。你说咱们怎么办？那老王八会出席今晚观湖路的行业峰会，业界大佬都在，邀请函我能搞到。办他，办他！安然跟你在一起吧。我们正要去找那姓王的算账。他不是发着烧吗？算账，一直发我。你要来啊？你来干嘛？赶快发我！哎，行行行，不说了，我着急取车。你需要帮忙，为什么不找我呀？王总，项目已经交给张经理了。我就是要把这个项目交给你做。那个项目是公司的重点项目。女孩子要学会利用自己的优势，知道吗？王总，哎，你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黑啥？要脸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给我解释清楚，为什么盖世无双做的策划案出现在别的公司的项目书里？跟你有关系吗？你利用关系剽窃安然公司的策划案，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啊，你还管闲事儿是吧？你不就是一个配音的吗？小心我封杀你知道吗？还有那个安然，你们两个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。你个老王八，你想干什么？老色鬼，半夜给女孩发消息，对女孩动手动脚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，就可以为所欲为？好好的人不做，非要做社会的垃圾是吧？美女，说话可是要讲证据的。还有脸问我要证据？那睁大你的狗眼给我看清楚了，看看。怎么着？违法吗？干这种事儿还有脸这么说？觉得自己长得很帅是吗？看你们的意思，这生意不想做了，尾款也不想要了是吧？你还知道你尾款没给呢？你到现在还想拿这个来威胁我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我尾款拿不到，我今天也要替我的同事讨回公道，而且我一定会让圈内所有的人都知道你的龌龊行为。我好怕呀。证据在这里，你们公司的项目书为什么会和盖世无双的竞标方案一模一样？
这也能当成证据啊？这只是一个巧合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个听一下吧。刘总，你们问宝阁这个项目我们很感兴趣，但是我们时间宝贵，想了解一下你这项目是不是稳妥。你放心，这是天盛首席执行官亲自给我的项目，肯定靠谱。我再偷偷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天盛的王总是我亲手救的，这个案子已经非常成熟了，你们再仔细想想。不跟你们胡搅蛮缠。你个老混蛋啊！你调戏老子员工还剽窃老子方案，你信不信我他妈揍你。我们现在可以马上报警，除非你答应我几个条件。一，给被你骚扰过的女生公开道歉。二，万宝阁的策划费马上给他们。三，盖世无双的尾款马上结清。我答应你。哎，你刚刚拦着我干嘛？我直接一拳给他放倒不完了吗？不行，我得赶紧把这个打败老王八的好消息告诉大家。哦，对，我俩回去看看甜心，先走了，大哥。好，拜拜。那再拜拜。你还好吗？嗯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问了胡英俊，来给你们添把火。你刚刚还挺勇敢的。还好你们及时赶到。安然，蓝总，你也在这儿？我是真没想到，他居然是这样的人。刚刚你也看见了，本来觉得他是前辈，还挺尊重他的，我们大家都没想到他会是这种人。但我更没想到的是，你那么见义勇为，这样的事儿也敢管。应该走了。我记得你们原来好像在做一个叫碎片时光男友的项目，还在跟进中吗？在啊在啊，我们当然在更新啊，而且前几天刚更新了例会。介不介意给我看看？那太好了，明天就给您送过去。好，蓝总。哎，你来的正好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蓝盛新来的总监裴军，裴总。这是盖世无双的安然，安总。你们互相认识一下。安总。安然，你以后有事儿啊，直接找裴总就行。他就是专门负责中小型企业项目投资的。哎，安总跟我们公司接下来会有一个合作，你替我好好关照他。放心吧，蓝总。那我先进去，你们两个慢慢聊。医生，我就是发烧，还有点想吐。发烧还想吐啊？来，拿着这几个单子去做检查吧。
醒了。报告还要再等一下，你再歇会儿。要不还是别等了吧，我们就先回去吧。今晚拿回去放心一点，再忍忍。刚才你是怎么了？在那边脸色那么差。没事。我不喜欢吵架，我一听到别人吵架的声音，我就会很难受。没事，你要不想说就先不说了。别说我了，你好点没有？感觉好点了吧？好多了。先喝口水。谢谢。慢点。我先去拿报告。哦，报告好。等我回来。拿到了。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，这是什么？不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怎么想吐就开孕检啊？我怎么可能？校庆那天晚上，那天晚上怎么了？那天晚上不是什么都没发生吗？确定？喝多了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你不要那么在意好不好？我没有喝多。安全带。需要我吗？不需要，不需要。你的药。今天谢谢你哦。晚安。晚安。
上车吧，顺路。啊，我先坐公交，待会儿要去东街办点事儿，就不和你迷路了哈。牧羊，从那边进。OK。给你点的大学时候最爱喝的拿铁 ，OK 吗 ？OK 啊，谢谢。哇，师哥那么多年没见，还是老样子。谢谢。你可就倒不一样了，跟以前跟在然然身边，去了趟法国回来，完全变了一个人。是啊，刚到法国的时候还挺不适应的。没想到现在反而是回国不适应。嗯，是我当时去国外的时候也一样，国外的生活看似轻松，但其实压力挺大。哎，师哥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啊，我是最近回来走走逛逛，看到了我们经常一起去吃的餐厅啊，都还在，就想起我们那个时候特别简单、开心、快乐的生活。时间过得太快了，那个时候我跟安。一杯冰美式，那我要拿铁，好，谢谢。师哥，所以当年你和安然姐为什么分手啊？男人没和你说吗？没有，我问了他很多次，他都不说，闭口不提。你说你们俩当时多好啊，那么多人羡慕呢，模范情侣，怎么会闹到分手那一步啊？啊！阿鹏，你觉得咱们这个场景会不会有点太单一啊？嗯，我想把灯光重新铺一下，然后在场景里再加点新的东西。不过，我还没想清楚怎么弄。没事儿，可以的。哎，对了，瑶瑶跟你合作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超级厉害的，他画风很洋气，我看到他做的新的人物立绘了，我想把我们原先的东西修改一部分，好跟他匹配上。行啊，好想不到白慕瑶进入工作状态这么快。走啊，大哥，到点了，找颜月去。我约了客户，你自己去吧。哪个客户？你去跟客户打电话，之后再说。看什么呢？哎，今天晚上一起吃个饭啊，顺便聊聊之后的事儿。之后什么事儿？就是之前安然说想跟你建立一个长期合作，你觉得？让他自己来说。哎，等一下，等，他自己提的，我也没搞明白。要不我打个电话把他叫来。晚上一起聊聊啊！哎，大哥，拜托了。
安总，真的？啊，好的好的，我们一定好好准备。朋友们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蓝胜的蓝总很看好我们的碎片时光男友，给到了我们去蓝胜提案的机会。但是蓝胜的高层呢，对我们独立开发游戏的能力和资质是有所担心的。为什么担心啊？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成熟的作品。所以呢，我就向蓝总提出了一个方案，在我们提案的这段时间内，我们自己去做一个游戏的 demo 出来，这样子在提案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有理有据。这方法好啊，这样就不用干巴巴的拿个 PPT， 咱们也做点东西出来证明一下我们的实力嘛。你智商有所进步。谢谢安总。哇，不过这 demo 四个男友除了画出来还得配音吧。嗯，是个难题哦。你之前不是说找黑沙长期合作吗？再找颜月来配应该能成。是不要了吧，已经麻烦黑沙老师这么多次了。哎，没事儿，这次咱们又不让他免费帮忙，咱们也表达一下诚意，给他分点股份怎么样？我可以帮忙做 demo 的配音，谁说我不配的？黑沙老师来了。股份我就不需要了，不过我有个条件，配音的工作需要安总全程把控，毕竟安总是我的粉丝，最清楚我的配音状况。那必须的。要不我再给你加一条，上午不录音。那倒没必要。就是要自信，是不是？好啦，我肯定好好画，放心吧，总拜拜，走啦。拜拜走了，大哥。拜拜。走了，大哥。拜拜。没问题。哎，回家吗？我去趟超市。你先回吧。
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没事儿。外面雨下的太大了，是不是等饿了？我订了一家特别好吃的餐厅。好。走。